学习压力大吗？不大。学习好吗？不好。看见人类幼崽的爆笑瞬间。那谁呀？哈哈哈哈。高仁勋，我胖吗？哦，胖。我看你刚才长在那儿，肚子都长。我想投人，投人，投人，再投，投人，投人，投人，大哥。阿弟。阿弟，我得先回去捡东西了。大哥，我会想你的。这个字是牛，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牛奶的牛。哎，这个是什么牛？什么？牛逼的牛。明明长得像谁呀？其他颜色的帽子行不行？不要。你要买什么颜色的？我要绿色的。绿色的，长大的有的戴的。干嘛哭？我要绿色的。绿色的什么？你从小就喜欢绿色帽子。恭喜发财，包月末天天往上飞。哦，包月天天往上飞。牛牛不打刀。不许吃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是喂狗的。我是狗。你他妈的！这里有没有叫狗蛋的？哪个叫狗蛋呀？你过来呀！你过来呀！啊！大家，大家们，你过来呀！你过来呀！啊！你讲好。这什么时候撕的了？哎，以前撕的时候打过我了吗？好了好了，还想打呀？我是问你，这里是不是你画的？这里是我画的，这里不是我画的。你是用什么画的？这个。用这个画的？你叫什么名字？这个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名字我太久了，记忆都不好了。有我在你身旁，快乐是打败挫折那份力量。用这些话下载给你的希望，我希望看到你的微笑。我问你一个问题啊。啊？你是怕我还是怕你妈？我怕我妈，她看到我她就这样，我就知道没好事。爸爸的爸爸叫什么？爸爸的爸爸叫爷爷。对您。爸爸的妈妈叫什么？爸爸的妈妈叫师傅。妈妈的妈妈的妈妈叫什么？妈妈的妈妈叫姥姥。给你问。妈妈，爸爸的哥哥叫什么？不用了。妈妈，你吃橘子吗？吃不吃？吃不吃？你说话吃不吃？爸爸，我弟弟敢吃吃，你弟弟敢不敢？敢。咱俩去买个棒棒糖吧。哎呦我的妈！不准哭！我今天说了，你不准哭。你只怕今天敢歪，我就敢打你，我跟你压压打防防线。大西，怎么样？大西，别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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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给猴子，给猴子。